大家好，今天我们随着航拍镜头一起欣赏全球最高桥梁北盘江第一桥，原称尼州河大桥或北盘江大桥，是中国境内一座连接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普利乡与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都格镇的特大桥，位于尼州河之上，为杭瑞高速公路的组成部分。北盘江第一桥于2013年动工建设，于2016年9月10日完成合龙，于2016年12月29日竣工运营。北盘江第一桥北起都格镇，上跨尼州河大峡谷，南至腊龙村，全长 1341.4 米，桥面至江面距离 565.4 米，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80千米每小时，工程项目总投资 10.28 亿元。北盘江第一桥因其相对高度超过四渡河特大桥，刷新世界第一高桥纪录而闻名中外。